자, 캐립. 캐레. 자제. 아, 거기 학원 다게 짠 다게 허. 어. 자매 다게 그런 군에 뭐 허. 네 이때에 이니 와 저우 경험에. 어, 와 군에 대 방아 정 허. 또 같이 군 허. 어. 대가 라자 군 꽝. 아, 그런 困袂去，因为寒你就困袂去嘛。叫这边啊，这边通风，啊叫这边那边通风。啊，六度哦，因为我伫屏东就热惯势啊，所以来遮拄着寒，感觉特别个寒。我、啊、所以以前拢困伫厝，拢困篷床吼。啊，来遮第足久毋捌困上个军中即款房仔床。哦，啊，就边这边啊，这边骨头咧酸，啊，那边遐咧疼安尼。啊，终于。熬到即马，敢那较习惯啊！哦，啊，以前真正无冷气，热天真正，我拢用一条毛巾吼、哦，捂手啦，因为拢床顶个，啊，只捂好冷冷，等下换一边安尼捂几工就对啦。啊，连面迄条毛巾都我捂大去，啊，着过去浴室遐去用个澹。啊，所以迄阵我若想即个布安尼嘛安尼渡过来了吼、哦。啊，恁算较幸运，即马拢有冷气，有诶吹到过拢爱穿夹克咧。有够幸福，好、哦。好，啊，咱今仔我讲的题目是这个农场管理啦。诶、欸，嘉兄，来甲试一下。好，啊，我大概讲这个项目哈、哦，有关咱的绿美化啦，哈、哦，啊，是各种水果要安怎剪开好食啦，哈、哦，啊，要安怎改良品种，哦，啊，佮自动灌溉的剪接。啊，我等下安尼一个来讲吼，好来。再做迄电话甲关一个关海吼。来，咱来讲这个水甲咱的农业的关系。若无水，就无农业啦吼。一般咱咧讲，阳光、空气、水是咱人的生命的三大要素。若无这三其中一项，人就可能爱死亡吼。那么我阁加一个土壤，因为咱着爱有土壤来做基础，在植物开始当大电管哈生存。OK， 那么水，台湾因为咱的主要粮食以前是稻米哈，稻米哈，但是即马现在拢改食面包，拢面食类去啊，好啊，所以咱即马稻米的这个食用量一直减少，好啊，所以。现在布袋的人也越来越少，在我们屏东，我们以前齁，如果差不多四五十岁以上，应该都，以前在看电影，是不是都在唱国歌，唱国歌里面有一段都拍一片汪洋无际的这个稻米田齁，其实那就是我们屏东潮州附近齁，特产那，因为那刚才屏东平原的中心地带规片拢种稻啊，但是我顶个月去台东吼，我坐火车过台东，结果大概为南州一直到屏东区这段屏东平原，大部分拢种果树，尤其是迄个槟榔树种上济，那么布稻啊这个数量就变作少呀。啊，我咧烦恼讲，台湾是一个岛屿，啊边啊搁带一个罗马。国家去阿强啊！如果伊若去配面啊，甲咱台湾封锁，那么咱台湾的自备粮食哈，粮食的自给率敢那32%呢？咱家己生产、家己供应，剩的68%拢爱进口呢。那么若封锁，无法度进口粮食，可能咱半年就为了粮食，咱家己台湾人可能就内乱啦。好、哦，所以这个粮食是非常重要。好、哦、啊。这个水稻哦，是用水量差不多上大呀，但这无法度，因为水稻是水生植物。好 ，OK。那么这个以前哈，你看这种槟榔树了哈，以前阮爸爸妈妈因一代，那看到杂草，就等于看到弯修人，因为伊拢是讲啊，我所种的植物还是水果哈，我也肥好食。但是草啊，拢伫下骹，草啊会甲迄肥食掉。啊，以前肥料算较贵嘛，啊，所以
伊拢想讲买互草食，所以草拢爱烤互清气。啊，烤草是一个足大个工程，因为你今仔日烤，你黄头烤到黄尾，点仔只会个咧新个个发开啊。啊，所以你规年草场都拢咧处理只草啊，足麻烦嘞吼。啊，但是其实这草有水土保持个作用，吼、哦。比如你若一个新个所在，你甲草啊芳掉，用即马拢用耕耘机芳掉。啊，规个拢松去啊！你若如果落大雨，连伊遐个好个土、表土，会许水流掉的、去冲掉的吼、哦。啊，所以上帝安排了真奇妙。你若一个空旷个所在，你甲芳掉，你若无种植，差不多一礼拜，伊草杂草就自然就发出来。吼、哦，所以有一句话讲：千年个草籽，万年个卵。迄奇怪，你个沙漠地区哦，吼、哦，你若一个所在，你甲挖一个水窟啦。啊你！你若我都用水加下咧，自然迄个鱼啊、仔啊会走出来。迄就是古早迄个鱼卵池啊吼，啊无死去，伊是没有适当的水分供应给伊，所以袂腐化。啊，草籽嘛同款呢。奇怪，你家一个新生地，你个你表土拢个刷好开吼，一点物无偌久，自然伊就发草出来。啊，这早后其实是咧做水土保持哈、哦，天然的那个水土保持哈、哦。啊，你即马看这个莫拉克风灾了后，这一条一条白白哈，迄、哦、就是拢山林的崩塌地哈、哦。那么以前拢无这个现象，因为莫拉克风灾迄天吼，迄三天落差不多2000毫米的水量。那么咱台湾平均的水量是一年落2150毫米。等于三工，甲一年的雨量拢落伫高屏地区，啊，所以小林村遐开始崩山船灭村哈、哦。你甲看这一个一个白白，但是即马过去甲看，三年后即马看，这个白白已经减少呀，因为自然的风咧吹，草籽咧飞，吼、哦，啊是鸟啊甲籽放落，自然这个崩塌地都拢已经发一挂小灌木啦哈。哦啊，一挂植被、地被植物，吼、哦，这草啊，迄类的拢发起来，吼、哦。这地方像那这草啊，那若种甲平平，像那真水，吼、哦。好，啊，你怎么看这里、个？这里、个、山林哈、哦，就是一个崩塌地，啊，我拄啊有遐经过，甲翕来。这个树根哈、哦，大概有12米深。那表示这要有一半的树根是要插进山来，咧做水土保持。以前日本人来发现台湾的山顶有好的檜榔枝吼，即个快木吼，啊，因日本人足爱住房仔厝，因为房仔厝是冬暖夏凉，啊，所以又发现讲台湾的檜榔枝拢袂皱袂厚，糖袂加，啊，所以因发现了就吼，像比如阿里山，伊就开一个阿里山高山铁路，主要是要摕山顶的好茶，遐个好茶，但因日本人咧记。山顶的大樟树啊，是这个咱的腰部这个所在用锯啊，哈，安尼用人工锯，迄粒头无挖起来，啊，锯掉了边啊变真空旷，因为种细长的迄个块木的栽下落去，好、哦，有继续咧覆庇着对啊。啊，遐原底一丛的树头，伊嘛也个薄新的，或者二代木，啊，二代木然后到一个粗度哈，会当搁锯，搁锯搁薄的。哦，这三代木，哦，所以有二代木、三代木这个讲法哈。那、哦、个表示讲，他们没有连根挖起，但是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来了，伊不但撤，佮撤比日本政府佮较严重，而且因佮把迄条头连根挖起来，去做艺术的甚物屏风，还是做艺术的泡茶桌啊，啊，这价值拢足好个。因为迄个块木原来有伊特殊的香气，哈、哦，啊有迄个纹理纹路，迄算会在做艺术品，啊那艺术品价钱拢足悬的，哦，所以因足骨力学的，所以无几十年后台湾一个落大雨，哦，尤其这几年啊气候异常，咱差不多逐年都有听到讲对台咧土石流，啊我做囡仔时代，阿妈看电视报纸咧报讲对台咧土石流，哈、哦，啊所以这就是因为山顶。因为由于921大地震了，台湾的
山顶迄个土壤拢许震动松动啊，啊你山顶搁一直出石凹石头啊，所以水土保持已经做了无好，所以进他当年的拢有土石流哈、啊。好，啊咱来看这个以色列对这个水资源应安怎管理？以色列是一个沙漠的国家，那么沙漠国家因以色列人嘛是爱有农产品，伊嘛是爱食物件，哦，伊嘛爱食蔬菜水果。那么因欠水，因65%的水是靠以色列有一个加利利湖。那么剩的35%的水要对来呢？因就发明，因为拄啊有爱挖迄个海嘛哈，所以因发明这个海水淡化的技术。哦，啊，因这个海水淡化技术是全世界上先进啊，超数一数二的。因25%都靠海水淡化的技术来供应，那么剩的搁欠10%，就用头都供下来水，搁回收废水回收，搁重新过滤制造鬼料哈，他搁来供应。所以因的水算足贵的，因一度的水差不多45块台币，那么咱台湾一度的水较10块俗的，啊，就是俗价伤俗，所以咱台湾人对水吼，敢那无啥咧注重。其实咱台湾虽然降雨量是遐济吼，但是咱有联合国，甲咱评估是咱全世界排第18名欠水的国家，我这真讽刺。因为咱台湾的迄个东西向这个幅员较低，啊山阁悬，所以落的雨拢伫山顶。速速叫吼，啊，就流去溪，啊，就危害去啊，没有办法再让有时间让它渗透对土骹落去，啊，拢足紧的拢。虽然落足侪雨，但是拢一两点钟就危害去啊。啊，以色列沙漠的国家，因一年卡落差不多200毫米，差不多1/10尔。但是真少听讲咧限水。就是因为因本身家己因为水贵，所以因足欠欠啊用的。啊，因以色列人政府规定袂使洗车，你干来当用个加盟枪啊、枪枪安尼。因为你若用水去洗车，若方举报会开罚单。哦，你看因对水安尼遮保守。好，啊，那么咱遮好足钱差不多用的。尤其我潮州遐哈，若像这个时阵。地下水足丰富的，拢家己会出汗。啊，阮遐人就拢往那浅浅的井吼，啊倒一个水龙头，啊水龙头你爱放我开哦，啊无迄讲会病去啊，迄自然的涌泉呐、啊。啊，所以无了解的人拢讲哦，因潮州人拢足浪费自来水开咧，互咧流，其实毋是吼，迄、是自动涌泉出来。好啊，以色列。因农业因安怎控制这水？因的农业已经，因每一个农户拢有一个迄像咧咱的 IC 卡吼，咱的信用卡呢，爱甲政府买水，伊有干管经过你的田边，啊靠有一个水管，啊有装一个迄个刷卡，特别用外一个水甲刷卡甲买水，伊就自动拍开流入来你遐，啊因拢用这款。和这滴灌系统，我等下会甲你介，甲咱介绍哈。另外，伊这个所在种这种植物，伊就是用电脑控制，伊一天要食偌济水，伊就滴偌济水好食。所以伊干那这附近是淡淡，村的边啊拢大，安尼大大的所在拢袂发杂草，你也免去撩下工去烤这個杂草哈。啊，因做发展。省水的植物，譬如讲，伊嘛种作的红龙果，吼、哦，就是红龙果啦，哈、哦。但伊捌来台湾参观咱的个农改场，啊，农改场带去看去参观，伊讲哇，啊，全世界都台湾的红龙果的品种上多，啊，佫上好，因为咱家己有咧改良嘛，出来大粒，哦，就讲咱即马咱的种哩有种个大粒种的。伊迄大粒种个吼，每一粒拢差不多1斤以上啊！你要甲种哦，剩5两困难，逐个都遐大斤啊！吼、哦，啊台湾人都拢大，
因为咱要送人较好看，啊，所以愈大了愈愈介绍哈。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嘛，真趣味，跟咱台湾个同款。边啊嘛，就一挂罗马国家，遐回教国家安尼，美国要甲拆家落北，啊，伊拢联合回教，伊拢上个联合会拢反对以色列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因以色列。人口少啊，啊，差不多400万人口呢，所以因爱全民皆兵，不但查甫爱做兵，连查某拢爱做兵，吼、哦。啊，那么咱台湾是20岁以上的查甫，体格呐 OK， 拢爱调去做兵，吼、哦，跟咱介同款。啊，以色列吼，比方因虽然迄个德国，台西这600万的犹太人吼。哦但是，伊嘛会用德国的好物件，比如讲面子的车，足好个嘛吼，伊世界有名。但是，伊就是甲因特拉维夫这个首都吼，甲德国的面子的杀来做客轮车，第一甲消遣，我啊恁这个物件都换做客轮车好呢。啊，但是伊算盘，因做个德算盘，伊想讲。面子的车来到因的沙漠地区哦，耐操好用。一般比方日本车，头六年就改到歹啊吼。但是因德国车，从来会当用2倍至3倍的年限啊，所以算上讲，我甲你用你的德国车，我会好嘛。啊，我阁会当甲你贬低你的这个面子的这个嘛，这个德国人的声誉的对啊，因为较早阮犹太人和恁德国人抬遐济啊吼。我无甲你糟蹋，袂使，哦，甲报复一下，哦，好，啊，我来讲这，我拄仔咧讲这稻米，咱的粮食含国家安全有啥物关系？就是我头咧讲的，以前蒋介石起码也阁有咧讲战备粮，哦，咱即摆已经足久毋捌听到战备粮即句话啊。咱咧做兵，大家食拢食谷米，因为谷米吼。伊有储存的年限，比如讲伊干来会当储存半年，你阁下较久就超不歹食，所以遐战备粮都还阁摕出来食，啊，甲新的都挂起，阁下入去仓库，啊，讲起来是足矛盾的，啊嘛足无奈的，啊，因为咱为着要做战备动作，所以爱食谷米，啊，甲好的米、新的米，阁下入去啊，阁下好谷好。系我要叛伊啊！佮佮摕出来食，我真无多。啊，因为咱边啊都一个罗马国家，咱一定爱做这个战备动作吼、嗯。啊，所以粮食这是咱的主食，但是即马真可惜，因为台湾人生活少年的拢西化，所以拢去食面包、食面条去啊吼、哦，去食麦当劳去啊。即马大家食个杂波拢食迄鱼内底吼。麦当劳遐鸡肉吼，其实拢伫台湾生产的，啊，台湾人都用快速生产的方式，拢注射用抗生素食，啊，用迄个生长激素荷尔蒙。迄鸡仔囝吼，鸡仔讲你妈拢超7礼拜，超过49天就出啦，就甲囝甲大只，就会当卖啊。我记阮较早，阮妈妈因饲的鸡仔拢饲几半年以上的。我若要食这鸡肉吼，都爱等我亲戚朋友来相催。我母啊，较安尼较，忍耐去掠一只鸡仔来抬，啊，我就遐等人食剩的，人去走啊，我较有通啊食。唔是即啊，大家发来讲要食麦当劳，随用电话叫伊就甲你送来。啊，你嘛有诶食甲吼，查甫啊女性化呢，有诶查甫食甲现，感觉若足不够诶呢。好、哦，咱即马路人店看到了哈，而且、啊、就是咱的危机，因为麦当劳迄个食物吼，讲起来是应该哩，麦当劳早期应该哩讲啊，我们是卖食物，不卖健康，好、哦，即伊讲的，那国是诚实的哈、哦。好，啊，你看这，因为农民种地瓜，还是种一寡作物，拢爱看天的脸色，你若风灾。受损嘛是收无，好、哦，啊你呐，有时啊丰收，一个迄个贱价商品，因为一个鸡，大家食起，
大家就拼起笑，惊卖袂出去，哦，拢卖作俗的，啊，卖俗的伊阁无赚着钱，啊，所以尾啊，做者农民吼，伊就不爱耕作啊，伊租予人去用太阳能板来发电，哦，啊，袂好排电，啊，像这个本来布条的嘛，乌鱼窟啊，租人去饲泰国虾，哦，饲一挂热带鱼，哦，啊，就是因为农民种这个农作物已经不合乎这么现代的成本哈。啊、因为这个政府无咧照顾农民，哦啊，即马一个风台，农产品较少，啊价钱浮啊，哦啊，就讲冷冻蔬菜就搁要用出来卖，啊，所以农民就是被打压的一群呐，哈、啊。我咧想讲，如果台湾啊，有阿强啊封锁，哈，啊无物件进口入来，啊我看这敢会当拆落来做便当食，好、啊。这电壳壳啊，嘛补袂落去。好，这，哎，怎么不动了？好 ，OK， 我、啊、这农地休耕政策，即马一家地吼，你若买用着，吼、哦，你甲造林会当领一寡补助，吼、哦，一分地头五千，一家地就要5万啊，好，啊，这拢。政府爱加开钱，啊好个产地下大条棚咧发电啊，啊发这些乔木，诶乔木咧大足紧个哦，即若阁要发起来吼，连面即得阁变像一个森林，啊若真正开始渐渐讲要阁开始布条啊吼，哇、哦、啊即你若无请怪兽，即工资就大啦，得爱阁开一笔钱做偌笔，他会当复耕吼、哦，好啊嘛真讽刺吼、哦，山顶咧撮树啊。啊，好个农地伫平地造林，哦，啊，这作风侪啦，哈、啊。好，哦，啊，这个无敌铁金刚，你看，伫喷药啊，吼，拢无做防护措施，连上基本的口罩也无挂，这他本身就是受害者。那我们是次级受害者，咱食伊只生产出来稻米，哦，啊，这大部分拢有农药的残留。以前我想爱食奶鸡啦。乃至是我排第一名，所以若到乃至上尾台中遐咧出迄个啥物竹米煮啦吼，迄就差不多要结束啊嘛吼，我著赶紧买一寡啊冷冻起来，啊若咧想若咧瘾啊，啊较退冰摕一寡落来食过过瘾吼。但是自从我伫屏东高雄租一块地，啊隔壁是迄个乃至园，我看伊乃至都要成熟啊。讲后日要办，我听讲后日要办，今仔日要咧厝药啊。啊，无怪讲，我着若买奶只有只伊买着迄有农药残留吼，食着拢头起晕，起爱困，迄就是轻微中毒。啊，我了解安尼了，过来我奶只我着爱我家己种，我较要食，吼、哦，所以我尾后我有家己种奶只。好，啊，这海蛎啊，吼、哦。你看这已经歹烂去啊！你我买回来，你脚手食了较慢吼、哦。第三天看到这粒开始咧生菇啊，吼、哦。啊，这是啊？三天就坏的橘子，表示什么？我等下去讲。来，你看这个，这吼、哦。我若买一包，啊！你食的时阵，你看报纸看外阵水手为报纸中个砍的，啊！煞袂记食。结果我发现的是已经差不多10天后啊，啊！我就怀疑讲，啊！来10天无歹，我搁加注意加下。30天不会坏的橘子，啊！你要食对一个，头拄仔咧3天就坏了，这个30天就不会坏，这个表示很毒啊！毒到那个细菌微生物都不敢挖去，因为这个地头有滴一款药啊，吼，插一款药滴了，有防腐、抗虫的作用。好啊，所以真恐怖啊！看着惊着，我就一直甲注意注意，到差不多要40天的时候，较歹去。啊，这款的我都唔敢食吼，啊，若要食爱食头拄啊3天就歹，迄表示没有什么农药。啊！你嘛看这农村吼，哦，嘛起个遮水，啊，其实
这城乡差距足大诶。即嘛，因为差不多十多年前，政府开放农地自由买卖了，你只要伫庄卡，你买一个0.25公顷，差不多两分半以上，啊，你得爱下两年以后，你就会当在庄卡起别庄起只水。啊，这拢都市人来庄卡起诶，伊甲庄卡当作是一个后花园，伫假日来庄卡度假佚佗。啊，其实农村哈，要真侪破落诶所在哈，就是要生活水平收入较少哈，啊，所以庄卡人无法度起安尼啦，这拢都市人来起诶哈。好，啊，咱即摆来讲，看1945年了。好，啊，1949年，这个刘蒙政府来台湾，以这个军政府安怎，伫咱台湾人，伊即几招就甲咱台，即六招吼，就甲台湾人抵甲服服帖帖，就反抗的能力甲力度拢减少呀。咱来检讨，第一就是1947年的228事变，哈，伊迄个时阵有计划甲咱台湾人的精英差不多30,000人。照名单安尼抬掉去啊！这些人拢是高级知识分子，拢是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的人，的精英。伊知影讲，蒋介石伊若要来台湾，要管台湾，若无甲这些精英抬死吼，这些拢会当领导来抗暴的。啊，所以伊爱首先甲这些人拢抬掉。啊，第二个，伊搞垮金融与民生。1945年10月25日，因来占领台湾了，就开始把台湾的糖、油、米、盐拢收刮，卖去去上海倒卖。啊，一部分是支援因的国共内战，因迄阵因国共内战打得不可开交，哦，所以一直到1949年，安尼连续又搬4年哈，台湾唔捌有机会，就差不多。1948、1949年了开始就基因啊，迄阵物价飞涨，哦，迄个米一日3次，一日5次，你下早譬如用一卡棒赶的钱要买一刀米，到你下晡买去，你爱用一部地，好，哦，啊，所以到尾啊经济崩溃，迄，那个金融也崩溃，所以用40,000+一元，好，哦，啊，这就是讲老百姓吼。哦，比如我有听阮许多人讲一个故事，伊讲有一个人本来甲伊个4-5家地田两卖卖咧，讲要起一间三合院，结果向阳迄个创一个40,000+一元，煞剩下顶差不多起一支条啊，啊，所以迄个人只好爱自杀啦，吼，哦，这足可怜的。过来，伊甲大地主变成小地主。用什么375减租啦，耕者有其田啦，吼，哦，搞一下大地主。伊是安怎？伊这个375减租甲耕者有其田，伊太无在因中国遐类实施，太走来遮实施。因为遮地拢唔是伊个地，伊要安怎甲规划？我听是恁地主、恁台湾人咧听，跟我国民党无关系。迄恁台湾人个土地，我有白甲你挂，挂予你大地变小地，大地主变小地主。这个大地主嘛是拢地方的头人，地方士绅啊，嘛有资格领导来抗暴的。啊，你要化人来支持你的理念，讲要来抗暴，你起码嘛要让人吃便当，对不？你搁有钱人也好啊，吼，给你40,000+一元。你若有40,000,000，起码40,000,000是好家人，40,000+一元了，你拄啊剩1,000元，你就变三千人去啊。安尼，你感觉有法度讲，搁招人来我出便当，安来，啥物县政府遐来抗议，敢有法度？无力呀，吼！后来，啊，过来用白色恐怖，都二八太无聊诶，搁限制讲恁袂使三个人都做伙讲诶，袂使。吼，啊，你若要办啥物开会，拢爱报备，啊，若无就甲你当作即个反抗分子，吼，有迄个反抗诶嫌疑，甲你掠去问，吼 ，OK。啊，这就是白色恐怖哈，啊，所以以后大家也唔敢黑白讲话，哦，像我一个历史老师，咧上历史的时，讲一挂唔是课本内底，啊，后了不要
讲了，我那老师、历史老师就碰见。啊，尾啊，甲尾啊，我较知影较大，较知影讲啊，迄拢可能送去火烧岛去，吼、哦，去绿岛。啊，这个用白色恐怖，互你唔敢乌白讲政府的歹话，吼、哦。后来第六个就是这个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移民政策。敌性反转就是讲，伊来甲咱骗讲，哦，咱拢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先甲你骗，甲咱的身份转换变中国人，然后佫甲你讲、哦，台湾人都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我们是都是战胜国，我们打败日本。啊，台湾人听听，嗯，啊，我就来挖你这边，变战胜这边较光荣啊，啊，无咧，到战败这边算较衰败嘛，哈。啊，就身份错乱了，啊，佮用移民教育甲你教中国的思想，哦，甲一寡中国本色拢，甲咱教入去伫咱头壳内底。咱伊甲咱教的，即拢叫咱用填充题，拢有标准答案，不让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足侪台湾人介好骗的，就讲，因为你固定的思想拢是我国民党思想啊，啊，所以，甲者咱即摆，咱用民政府即摆论述咧甲因讲啊。伊拢讲，哎呀，有可能啊！你讲个拢放假，哦，介只拢安尼甲咱反驳，哎、啊，就是伊个假，头壳拢顶起啊！哦，李登辉讲阿达妈控股你啊！哈、哦，来，啊，佮用假民主选举，你看，咱即摆选举敢有公平？无嘛。第一就是讲，伊有当选；第二，伊百分之差不多95%的媒体、电子媒体也好，是平面媒体报纸。电视拢控制伫因个手里，伊要安怎讲，甲乌个讲做白，拢在伊讲。啊，所以这真侪台湾人若无思考能力，就敢若拢接收伊个讯息，没有独立思考分析个能力，啊，所以拢会敢若要听伊个话呢。啊，等于就是讲，你选举个是无公平嘛？比如我们咱要走100公尺。国民党已经伫个50公尺遐做起跑点，啊，咱伫遮零个遮开始，咱才走会赢，吼、哦。哦，这是一个假民主、无公平的选举嘛，吼、哦。啊，但台湾人嘛是，哦，选到欢喜个呢。好，来这地方，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哦，这就40,000元，好、哦。啊，那么，你个想？本来是旧台币嘛，啊，换成新台币。那么，如果台湾这个领土主权是伫中华民国手里，伊那不要发行中华币。你甲想，美国有美金，英国有英镑，法国有法郎，日本有日元。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起码有一个人民币。是安怎？你中华民国，你唔敢在台湾发行中华币？代表因为台湾量不是你的，所以你不可以花中华币。好，为者会当看到讲，中华民国无台湾的领土主权。OK。Hello， 不听话了呢？哇，跳太快了，来，有一个外来种植物哈，这拢外来的物件。啊，外来有因中国人拢甲讲叫做番。对，番石榴、番茄、番仔姜、番薯、番麦、番仔花，拢番外来拢番。啊，我伫本土生产的原住民，啊，我嘛用叫番，啊，奇怪，这讲了唔对吧？要讲番，所以外来这拢好个嘛哈。外来有一个歹，就是中华民国外来政权。哦，迄外来 ，OK， 好啊，你嘛，我来讲一个故事啦哈、哦。有一个精神病的这个监狱啦、哦，那么每3个月，就医生爱甲遐病人叫出来评估一下，好、哦、啊，伊就甲叫3个。啊！伊即马叫吼，三个拢叫入来医生的房间，啊，都要甲评估讲有症有较好啊，无然后会当出院啊。
啊伊就伫甲伊讲来，恁三个即马吼一定出年后吼来，迄阵扎一支笔在壁画一个门，画一个喇叭式的锁头，讲来恁若好个一定位啊出去啊，哦啊两个就赶紧爬起来，就去甲迄个喇叭式拍。两个都抢要开，那喇叭声都抢开袂开啊！啊，医生讲啊，这两个无效。啊，另外迄个要坐伫遐，伊讲嗯，这个可能有救哦，这个袂去抢迄个喇叭声。什么？伊两个都开袂开，就退命。医生就甲另外迄个讲，啊，恁阿唔去开？伊讲啊，迄两个痟的。啊，锁匙伫我遮，伊无来甲我摕锁匙，免哪开出去。安尼三个拢笑的吼，所以三个拢个前中个登个里边关吼，我啉一个茶哈。好，今麦来讲绿美化植物的果树介绍哈，这个加宝果。因为伊拉丁的迄个学名是 Jabo Tikaba Jabo， 伊个初头前迄两个音叫做加包果。啊，其实你讲加包果，介侪人听无？啊，你讲树葡萄，哦，大家就知影，哈、啊。啊，这树葡萄足够广告的，这我已经种三十年，我三十年前开始种，啊，足够照顾的。你甲种好规排，伊自然就安尼发甲边管边管，逐丛安尼碰碰。伊空间老老了有够大吼，啊！即开春的时吼，伊伫种一礼拜，伫老了一礼拜前安尼，一礼拜就落完，啊！一礼拜后，规个拢换新的叶芽吼，我着足清脆足水，因为即有光害啊，所以表现较袂出来吼。来啊！即是挖起来吼，要挖起卖啊吼，你盆啊呢？啊，即马有一个新的品系，较大粒的。即、这个吼、哦，你看伊个枝，含即个枝，都差袂三倍。啊，即四粒种的，差不多五块至十块的银角啊，哈、啊。即大粒即个吼、哦，差不多五十块的银角啊，以上安尼。OK， 啊，即伊开花的状况，由于头部土甲冰起来，一直到尾溜，差不多一撮无开尔，全拢开尔花花。好、哦，啊！这花开得足芳个，伊这花差不多是迄个玉兰花含桂花的混合的迄个香味，哦，足够平个。这算我的第二代啊，就是因我第一批种迄三百丛的后代，即马已经搁咧生啊吼。但是我迄阵种的迄三百丛吼，迄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啦。就迄阵公司要无劳工花市。啊！伫迄个大通百货公司对面有一个中央公园，迄阵农气所有伫遐办迄个农特产品特卖会，十天吼，都啥物光辉实业吼，啊，我着去看，哎呦，有人咧卖即款物件吼，树葡萄，啊，足奇怪，遐个树啊拢树干拢生葡萄安尼，啊，我着甲买，啊，到第十天伊阁敲我，用判者。我要回去家己啊，我摘来三百几丛吼，半价卖你。以前差不多十公分高，啊，差不多六尺。我甲买，拄甲买百五块。到伊要走的第十天，伊讲半价八十块卖你得啊，三百丛我落地啊，茫茫来讲有，啊，总甲买。即马就是开花，结果唔知影。第十天吼，我回去，我想奇怪，啊，阮兜都也无饲羊啊呢。啊！阮附近，我这个庄头，我都知影，拢也无人咧饲我。那土甲放甲全羊仔屎，佮行口外看，我啊树上也有啦，佮是伤湿啊，又生唔知一半落土甲，一半伫树仔顶。我甲搬来食，哦，夭寿有够甜，有够芳的。好、哦，我就赶紧请人来喂篱笆，哎、欸，哦，啊，开始准备，无我本来我咧做音响工程啊，准备开园啊。发展树葡萄，啊有一年吼、喔，开春伊拢开春开花嘛，啊因咧开花足奇怪，迄三百丛，敢若会互相通信讲，哎、欸，明仔做花开吼、喔，啊，见我咧困咧，
透早一个芳味，愈来愈芳，啊，到尾啊，哪会变臭的？芳甲会臭，嘛听过这句话，因为三百几张比这个较大三四倍的吼，拢总做一解开，那个浓度吼、哦、太浓了，浓到说变臭的，吼、哦，这可能足少人有这个机会品着讲芳甲会臭的吼。哦嘿，而且有这稀有的干生果，好、哦，一般呢，像莲藕拢生伫尾溜，山药嘛生伫尾溜，奶枝嘛生伫尾溜，好、哦，啊，伊这叫做稀有的干生果，啊，迄、那个莲雾嘛同款，莲雾嘛是干生果，啊，伊跟莲雾同科的，拢有这桃金娘科，哈、哦。Hello， 哦，我来讲咧，你看，伊这好像鸟巴拉花啦，哈、哦，伊个跟鸟巴拉个同科，鸟巴拉莲雾。啊，甲树葡萄拢是桃金娘科，你甲看伊只花，改成了白兰花，嘿，桃金娘科，桃花，桃源的桃，金色的金，金银铜铁迄个金，娘是，敢若女字旁啊，一个让的，另外一边桃金娘科。哦、你甲注意看，伊这树皮吼，伊这嘛烫壳哦，烫皮吼，这拢烫，有咧长大的就咧烫皮。他们要把它赶快，要把它买脱皮啊！啊，这开始咧灯乌啊，有无？这就快要成熟了，这个够差不多十公。真安尼，你下早看乌的，那就小块乌呢。到明仔几日就灯乌啊！好，这啊，你开花啊，有咧结果啊，这差不多像咧三代同堂安尼。哦，有无？你看这安尼生啊，啊，这就烫壳有无？这树干、树皮咧大烫壳，好、哦，啊这有啊，生较贵个哈，啊这为涂骹有啊，头部这涂这涂骹为啥就一直生起个？好、哦，这种安尼乌黑的发亮拢有啊，真啊乌甲翻金，啊这在二十年前迄阵台北市这个伊咧办一挂展览哈，啊有咧展览，迄个一点吼。Hello， 怎么跑到这里来？一粒果一百块，阿姨要求讲你食食来吼，志哥配型伊，佮替你五十块，因为迄人爱志嘛，志哥等于点果发出来，好，好差不多啊，啊 ，OK， 好，啊，即阵到第三代啊，到阿妈，我上早种叫阿妈级的。啊，过来头拄仔看开花是，爸爸迄级的，啊，即摆这个囝，囝个已经会当生啊。另外这树干细细颗，你也都拢生啊，吼。啊，这，这那像这丛这头十五年，这是第二代，第一代三十年，我拢卖出去啊，我全部也留两丛，留袂掉，因为台湾人吼。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伊那来着真高狂，看，啊！你遮上大丛的伫底，我讲啊，差不多即丛啊，迄丛，即三丛差不多上大。啊，你家己拣，你看你解对着。我伊就讲，好，我爱即丛，啊，即丛卖出去，卖出去，即摆第一名卖出去，第二名是毋是先搁先开第一名？所以我拢是第一名卖出去，吼、哦，因为大家来拢要拣第一名。第一名啦，卖出去，遐第二名还佫先起，哦，安尼啦吼，啊，所以拢介绍拢袂歹，因为迄阵第一批吼，三百五十丛，大概有三百十五丛伫我手内，全台湾吼、哦、有一个家己闽南遐有一个人，伊全台湾去找，把所有大丛拢买断啊，买甲找无啊吼，伊就认为讲全台湾大丛的树木拢伫伊手里啦。但是伊毋知影讲我手里有三百几丛，啊，所以伊看广告吼，我看了伊个广告，我敲电话甲问讲，啊，请问好，啊，你个树葡萄安怎卖？伊佮问讲，啊，你生树啊，生偌久啊？我拄仔生年外尔啦。讲啊，你生年外，安尼你买袂起啦？我臭屁个，讲我买袂起呢。讲啊，无要紧，无你开看卖，看偌济，我若真正买袂起，我就无话讲。伊讲这一丛要二三十万啦。哦，迄差不多二十年前，迄多价呢？好、哦，我暗爽伫心内。
我戆戆，我拢两万在咧卖啊，啊你卖二三十万，哦，尾来我开始提高价钱，你看我五万，五万嘛卖去呢，啊开七万啊嘛卖去，开十万嘛卖去，安尼啦。有一下有一个人，我塞背了，塞来我远啊，我塞中呼哦哦动了，做小摆了，摆者好，你嗯你种这拢卖细丛，啊你怎那卖？讲一丛十五万。后手也袂遐贵个，我总甲讲，啊你使变做个，这一台嘛两三百万吼。啊，但是你看你使变做，啊外口我看变做满世界呢。啊你住白庄，啊外口嘛满世界拢白庄。啊你个白庄，你若甲种一丛我这吼，种了别个生葡萄吼，就无人有。你个朋友来拢互你比落，嗯，伊安头了了，讲了有理哦。总搞先买两丛等伊，即马种无偌久生，啊真正挽了刚臭肥好，臭肥啊足光荣个，过来搞我买四丛，哎，啊所以台湾人拢爱食补，爱拼第一名，好。啊即丛是安怎来？啊都逐季拢有生甲肉吧，安奈食拢无去，要发生啥物代志？树葡萄毋是人爱食尔呢，啊佫伊即树葡萄足趣味个。我拜你来参观，我搬互你食。你讲，这应该巴拉味哦。迄阵较青，较青的树，迄应该巴拉味较重。啊，拜二我若搬互个人来食，伊讲，我这有石刻的味呢。过来拜三，伊讲这有金金味呢。过来拜四，伊讲，它有迄个泰国山竹的味。啊，过来，有迄个百香果的味。我拢听六个口味啦。因为不同时间的成熟度，它的味道会变。哦，做做趣味，做趣味。啊，上好食就是寒天迄批果吼，伊伫树上可以挂得比较久，不会掉下来。伊个地头啊大，但是袂重个，袂落个。啊，所以掉到电源会打破，小可裂裂安尼打破。哦，迄般来食有葡萄酒自然发酵个风味，哦，够好食，有酒味啊，迄食真正会醉个。啊，这吼。讲会醉吼，讲了我想，人爱食，鸟鼠也爱食，鸟也爱来甲你托，啊，鸟上规矩啊，伊拢甲你托试看好食无，啊，即只无够甜，佫托托去后，即只较甜，吼，食即只，安尼，啊，拢甲你乌白托落去啊，啊，迄个，尾后我咧困中头吼，啊，白头翁拢白头翁来食较济，啊，甲绿袖燕，啊，白头翁就会记。伊咧讲个拢，伊咧叫拢叫巧克力，巧克力安尼有无？巧克力，巧克力。啊，结果迄天我听迄个吼，伊讲安怎讲咧？伊讲巧克力，醉骨力，巧克力，醉骨力。他吃一整天，醉一整天。巧克力，醉骨力，巧克力，醉骨力，巧克力，醉骨力。哦，安尼。伊食着迄大补的，有酒味款。哦。啊，另外一只吼，哦，我吃了这两只起咖，我一日都困袂去。一只有学过数学的款啦，伊讲伊食六粒，用这种三十五粒，这种三十五粒，讲伊食六粒嘛。啊，这就是凶手吼，就这个啦。我饲的大麦丁，一只狗母。我平常时我若要甲饲的时吼，我拢先甲。放狗链啊，互开，互伊走走的。一般伊拢差不多走三分钟就转来，啊，就食狗仔了。啊，即摆来拢较久，拢出去拢五分钟才有转来，我就较注意。哇，原来伊即摆去放尿了，放放就开始食树葡萄，安尼剥剥剥，安尼甲剥。啊，所以伫这個高度拢要剥伊。吼，啊，所以就头拄啊，这个吼，这拢要食伊的哈。啊，结果发生啥代志？食狗尾吼。甲我生十几只，生十六只。我即马生吼，我就讲你咧生几只，我就杀一个盘吼，我就掠来算一只、两只。我即马掠来只，伊即马为只个甲我夹倒转，所以我算半点钟算无，到底几只算拢无。到尾也就趁伊咧困的时开始算吼，生十六只。啊，所以即吼树葡萄的果实。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什么 A、B、C、D， 我唔知啊。这一上网去查，迄个
屏东的屏科大因有在萃取一些养分的成分哈、啊，所以这可能对不孕症有效哈、啊，但是你女孩子莫食伤济哦，无一届生三个，我无负责哦，你莫叫我爱倒片哦，我呵呵你一手抱一个，啊，你第三个唔知要哪抱哦。好，啊来，好啊哥，对，哥讲。不，因为会影响生态，但不是上面装啊，它的繁殖能力很强，而且它的长的速度很快，像慢花曼泽林哈、啊，不，那个小花曼泽林哈、啊，曼泽兰啊，伊就是。有两个讲法啦，一个是讲，这个水土保护局进口要你来做水土地表保护的，因为伊咧慢生足紧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咱较早较有钱，拢甲国外进口中国的二手的迄个农耕的耕具，啊，伊藏伫个内底洗无清气，啊，所以炸入来，啊，所以发觉，因为伊迄个灰吼，若打了会飘。随风飘，到处播种，啊，就通阿妈子。啊，咱这边啊，咱这果实有重量，从这落来，直接繁殖呢，不会扩散，好、啊。无、啊，唔是，这个是讲要介绍讲有好的品种的物件，第一，咱算趣味栽培，调养身心嘛，因为咱。种唔是干那讲要食呐，你也当甲做盆栽，吼、哦、啊！当这个规个拢拢呐，讲法理论是真枯燥无味啦，吼、哦、啊！因为咱水月园农场，咱用农场的名义办，所以一定爱摆一节课讲有关农作物，吼、哦，是这个原因。OK。啊？下面天气下这个原生种是伫巴西。都在里约热内卢，看迄个圣保罗中间迄个纬度，啊，迄个纬度伊是南纬，啊，迄个纬度看咱北纬台湾这个纬度都在港，啊，所以台湾从北到南都可以种，吼、哦。好啦，我今麦来介绍这个叫做三月樱哈、哦，啊，这个开花哦，那真水，啊，伊开的花每一蕊敢那兰花，吼、哦，啊，那么你若种唔到品种，就像安尼啊，只有。十分之一的花，十分之九拢叶啊！啊，咱呢大部分拢是花啊。这那开始咧出叶啊，就是它快要凋落了，哈、哦！啊，凋落的时候就是要换新的芽，哈、哦！啊，你就看这五花瓣啊，有一个手哈，含兰花盖杆 ，OK。好啊，这里你看，那个《自由时报》去年有搞刊啦，哈、哦。啊，因为袂使看报纸嘛，袂使看我的电话主机，所以因费尽辛苦去问检察局，去问火车站，问人好不容易问来到我啊，先看到我的花先爱，吼、哦，有够水的，过后壁来就用骂，吼、哦，潘姐你有够歹找，看报纸也无买只电话主机，吼、哦、啊，有一句话讲，食要死，食要死，食食拢无留主机。啊，我哎，报纸看到报纸袂使有广告的迄个嫌疑吼、哦，所以无。伊讲哦，我顶礼拜去阿里山，寒到要死，嘛无开到你这遮水，吼、哦。哦，伊有一个好处就是花日下了，然后一个月就规个拢发甲青翠青翠，会当遮阴。这哎，伊、啊、这个吼，伊咧开是往外，啊，你注意看，伊这是往这个方向，啊，这里往这个方向，所以迄一拍是遮大拍哦，哦，所以开起来足壮观呢。啊，这是国外的范例哈、啊，啊，因为我拄啊种八冬嘛，八年就可以开这样很不容易，啊，这伫国外这可能拢二三十年以上才会当开个遮大浪遮茂盛哈。啊啊，但是假以时日，吼、哦，我遐原来这样开到安尼啦，哈、哦、，OK， 好，好啊，这个果树黄金果，哈、
伊因为伊个皮是黄个，啊个金金会发亮，所以甲号这个名号了真好听。啊，伊拉丁的学名是阿比尤，艾米果，后人甲翻作艾米果，用伊声音吼、哦、音译阿米果，好、哦，好、哦。啊，就伊这个果实的外皮吼、哦，你用圆珠笔甲写字，写写到三分钟后，伊氧化，这字就造出来。好、哦，啊，这一定含树葡萄。包着一个小礼品送给男朋友女朋友、啊、这个大粒种这一粒差不多一斤啊，刚才你看那是小粒种的那差不多三粒一斤啊，但是那小粒种的产量非常多，你种一丛比如说我的那个宝丛、啊、那差不多电话条这么宽，四当前的统计它一年差不多生2500粒，你种一丛，如果种那么大丛，你一家伙就吃不完，你就要拜托厝边隔壁倒吃、哦、所以它的产量很丰盛，但是有一个缺点，不耐储存，你放下来差不多两天来要 吃掉，不然它的 果肉的褐化、哦、好、啊、来、哦、有我有翕，但是都说要把它入口还不记得，它里面是像布丁这样透半透明状、啊、用汤匙切，嘿，我爸爸因为我大概五，哎、欸，差不多八当前我蛮好食，伊讲伊活到80岁啊吼，唔捌食到遮好食水果，因为伊脆气啦。啊，即卖迄拄啊像布丁安尼壳咧吼，哦，拄啊伊会下咧。好，啊介绍一个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啊个全世界差不多水果的产量最丰盛的，就是这个水果。你注意看，这我的园啊吼，我是用草生栽培，我草啊拢天天尽量甲保留开，因为伊虽然号称沙漠植物很耐旱，但是伊嘛是足爱水的。你若有适当的水分给伊吼，啊，佮有这个草啊做表土的保护、光线的保护，所有的根拢惊光线，啊，所以你爱用草啊甲做保护，所以。我这有保护，你甲草啊甲偏规根拢伫表土顶缘咧走，所以你施肥好食，水食着。啊，即我朋友讲的，伊涂骹拢甲草拢甲除湿了了，啊，所以遐根见着阳光只有往下面钻，啊，你施肥施在表面，伊不容易食着，你得爱适当的水分甲渗透开下落，啊，你若落大雨，遐肥着拢老掉呀，吼、哦，所以。啊、这伊每15天开一遍花，哦，这伊花都出来花苞，哦，啊，这个已经差不多4-5天啊，啊，这个2-3天就会开花啊，好、哦，啊，这含那个昙花一现的迄、那个，人咧讲欠花共科，伊是暗时啊8点开花，到明仔早8点就开始谢去啊，好、哦，啊，所以大部分拢是透早5-6点都天光，迄个蜜蜂就拢走来。授粉哈、哦，啊，这个是雌的，这个雄的，这花粉啊落于这个坑里边，授粉完全都作了未，其他拢差一斤上下。啊，你若拄着落雨吼，把这个花粉洗掉，都差不多剩5粒，洗了吧，啊，这就是授粉不完全。啊，虽然讲这上好种的水果，伫阮屏东，伊一年生差不多10至11摆，啊，你家想？有几个水果一年生遐一摆？你讲山啊，一年一摆；盐碱一年一摆，乃至一年一摆。哦，啊，你若处理了无好，风不调雨不顺，你就要阁等明年啊。哦，所以这是足好种的水果。尤其我迄阵咧种的是，阮遐阁捌加一个枝条倒边栽，尾仔插伫下骹，啊头伫顶悬，结果伊嘛为顶悬发根落去，特别甲种哦，死足难的。哎，啊种。你若拢袂晓种水果，就种这个，果拢免除药啊！我种拢果，唔捌咧除药，吼、哦。但是有果蝇会叮，你着爱用迄个诱引灯吼、哦，用性费洛蒙迄个甲工个拢裂开，啊，无个若去叮，伊迄拢怕呢，无形嘛，所以就不会长虫、哦。用这个方式，啊、所以我的水果有只半年哦，用叮个安尼一空一空，迄、那个果蝇叮。啊，但是拢拍卵啊，所以无生虫。哦，啊，佫有迄、那个，
或者瓜娘会去食，甲表皮食甲安尼无好看。但是我内底内容有拢得流的，足好食。啊，所以多数人拢那看有虫拢足惊啦。啊，若看外观歹看，不爱甲你买啊。啊，但是因为我的水果拢阮太太伊拢叫朋友顾客爱先事先登记，啊无你无来排队的无啊。因为有时啊，伊虽然每15天生一摆，满一摆，但是有大细的。即个若满大批，哦，比方会当满1000斤，下一批可能只有700斤，就减300，有大小之分。哦啊，所以爱来先来登记。比方你若登记100斤，那么即个若量产较少，我可能干那会当给你50斤，减半供应。哦，啊你若无登记就没有，因为我干那登记我都应付袂起啊。哦。啊，其中有一个人客，伊咧嫌讲，哦，啊，你这外观遮歹，啊，我甲阮太太，阮太太咧甲我讲，我好，啊，你甲迄个人客讲讲，好，我叫阮先生吼，有一撮，我叫伊甲你喷油啊，逐了甲你顾甲水水，迄撮有喷油啊，拢来搞你，哟，冇，我遮安尼就啊，遮安尼，讲你是要食我内底内容物，还是干那要看外观呢？哦，啊，这台湾啊。台湾是安怎农业的用愈大，就是遮都市的人拢要食外观好的，无虫洞的，白菜倒来拢规号拢 OK， 袂使有臭空的。哦，啊，这就是都市人想歹农民，所以农民有讲，哦，迄台湾人作用的呢，我野我甲厝甲重嘛是食了了呢。哦，啊，伊家己买只，佮另外种一个无厝野外。哦啊、所以这是都市人自作自受。OK，啊、所以我很反对这么好管顾的，你还要处理就很不应该。你伤害自己，又伤害土壤，又伤害你的顾客。哦、这样做没良心啦。人说强怕熊，熊怕无天良，哦，啊，就是有个人为着利润，为着要有好收成，卖了好价钱，啊，伊咧储足当个药啊，啊，买转去你遮食了去，中间讲找无病床，哎、啊，就是这個原因嘛。啊，大家拢食遮要来大院，当然病愈去愈大，因佫无到病床，大家拢伫急诊室有只铺地毯多啊多啊困吼。来介绍这个罗根美。这罗根美伊个特点就是讲，伊出新药拢红个啦吼。这光海看袂着，吼，这个就小可看开出来。吼，你看这拢红，一般个树啊拢绿色个吼，但是伊出新药拢红个吼。啊，所以七八月啊时有朋友带伊个朋友来参观外园啊，啊想，哎，潘先生，你个枫叶太七八月咧红，我讲唔是啊，我这唔是枫叶，吼，看好 ，OK， 好，而且。伊嘛是足够，伫冬天规个拢无叶，啊开春的时候规丛拢红的，哈、啊。你嘛来讲风花风林，这是甲我甲你介绍讲，我有种的树啊，就对啦，哈、啊。这伫我的农场，啊，这个农场，哦、啊，我有种这物件，所以甲大家介绍。啊，这个拢像绣球，开是足水，但是伊有一个缺点，伊的花期足短，17天尔就开始谢，到第10天就落了了去。啊、咱头拄仔个三月樱吼、哦，大概有50天的花期，差不多也6-7倍的个时间的久哈、哦。好，来即马来介绍种植优质水果的三要件哈、哦。第一，得爱有优良的品种，比如像我咧种红龙果，我上台前去甲种苗商买。每一个种苗商拢讲伊个上好，哦，上好我就甲你买，啊，所以我买八个品种，结果八个品种拢甲种落吼，有一个上贵个，迄、那个叫做尊龙，伊做广告是用伊个相片啊，冒一粒，足大粒个，伫伊边安尼看伊个头做比较，我迄头惊我，哦，我看到那足心动个，就甲买，我讲啊，无甲你，伊讲一尾差不多笑嘛吼。我安尼一位啊，偌济？伊讲250块。伊讲我从安尼无甲你买4-8位，拄啊10万嘛吼。
伊讲十万无卖，哦，这嚣掰呢！伊讲上少爱门槛是500G卡卖，125卡卖，讲甲卖400G10万讲唔卖呢，我搞不三种嘛甲卖呢，结果伫八品种安尼做伙种呢，每年做伙生，开始采收，开始起价，第一个被我淘汰的就是这125这500G，然呐，我甲买一个品种了。种出来水果变五种，有灯哥的，也有圆的，也有乌豆红的，也有浅红的，也有时啦45度发的，也有时啦倒闭的。增浪的时候，上去国泰市场，迄阵我拄啊第一届种嘛，上去国泰市场，啊你这什么种？讲这敢那杂种的款。计较做歹，因为做歹看的。啊，我另外一个白白哦，迄、是单一品种，哦，迄、我着边边咧管理哦，迄白白的品种足水，35块，迄20块，哎，啊，所以买哪讲，啊，所以迄白品种，着迄个药啊，甲落拢拢甲淘汰掉。到尾我买头拄迄个品种吼，迄、个上好的，迄、个今年甲佫去年比赛拢冠军，迄甲我买。我隔壁迄股种的吼，好啊来，所以品种上重要吼。譬如讲种山啊，你来种金黄，迄拢一两斤足大粒的，像木瓜遐大粒，好无？金黄啊，咱土山啊较种着像鸡卵安尼。你若种金黄，要甲种哦像土山遮只粒，足困难的。你拢卖甲过了，一定拢袂到偌细粒。啊，你若讲种土山，想要甲种哦。变金毛较大粒，你阁肥规包拢甲下好食吼，嘛无法度，吼，这个意思吼。来，思维管理就讲，你若要甲摧毁，就是爱迄个氮磷钾溶迄个肥料的三要素，氮爱减少，磷钾爱增加，吼，就是磷加钾加起来一定爱超过氮肥迄个数值。安尼，开开会来哦，吼！因为氮肥只是促进的枝芽、叶啊的发展，吼。啊，过来爱控制水，水分你甲控制哦，安尼，互伊安尼小块打个打个，吼，依靠危机意识。譬如讲，咱伫迄个台县的边啊，然后像阮屏东啊，台县边啊，拢种个一个九重葛，卡住啦，迄拢无人咧压水，时间到到。秋天哦，就开个红花吧。啊，咱种伫咱个厝边，想到就甲压一下水一下。哦，枝芽发甲壮茂盛个，就是无啥会开花。迄就是食伤济，它没有危机意识。啊，你甲控制水，比方像奶汁，以前早期拢无育儿包，较早拢乌叶啊尔。是安怎不要育儿包出来？迄个农技术农改场研究袂出来哦。是阮潮州还有一个吼。无心啦、吼，伊就是发现讲，哎，那敢那一位有生一拍果出来，结果伊较发现讲，伊迄位就是迄个蛀心虫，甲整甲枯，还枯了对吧？甲食迄个边啊，食到水上袂去哩，剩一丝仔上水上个就，迄、那个枝条就危机意识啊，讲伊无啥水，伊爱赶紧开花结籽，传宗接代。哦，这就是用水分来个欺骗啊，所以以前发明用人工，所以用锯片啊，把这树干哈，把环科啊，把捞一束啦，会当上水去安尼啊。所以剩大概十分之一的水涨起哩，即位都危机意识啊，即位都会生啊。所以伊尾啊，伊就是每一年拢无，比如发四位，一东西向。这个加环科啊，这两个将老嘞，每年换用这个，所以安尼轮流，逐年拢有通啊收。啊，伊拄出来迄育儿包，大家食拢做只，伊制作细粒嘛，制头像绿豆安尼呢，所以介绍拢2-3百，伊赚足侪钱。啊，风声出去了，人大家拢要来偷学啊，包括农改场的人，八位墙啊，你要甲偷看，看伊是啊技术又掠到，作衰又掠到。伊讲无啦，阮都研究几波，研究袂出来啦。啊，是安怎？你有法度啊？你是用啥物撇步嘛？加一个，哦，啊，
我哪有教教啊？唔敢从公开技术，即马满世界的拢有法都生产出来，所以幼儿包价钱就落落来。好、哦、啊，这就是产量啦，丰富的是价钱绝对就落来。好 ，OK， 好、哦，这就是水分管理来控制伊的花。好、哦，啊，当然唔是干那安尼俩，迄趴花开起来要安怎个修剪？吼、哦，迄、那个有技术，吼、哦，迄、那个专题跟你讲啊，吼、哦，我即马今仔是安尼简单介绍一下哈。啊，比如讲，咱一寡乔木啦，咱有要开路啦，啊，就要多只起厝，爱经樟树了作祟的，唔感觉毁掉。哦，咱要移植，爱有这工具哈、哦。啊，传统的移植方式就是先边啊拢挖一点料，啊，底下甲支撑嘞，卖有风吹变轨，啊，一个月后，和这个土球适应，哦，这个环境料移植安尼成活率较悬。啊，尽量卖这个时间，夏天卖移植，夏天。移植成活率减一半以上啊，上好就是春天甲秋末哈，啊，这树葡萄的移植，树葡萄的上好耍，所以乌青青啊，对吧？好 ，OK。啊，那么这个是三月樱哈，因为三月樱的枝干足茂密的哈，迄叶啊足侪，足啊食水的，所以你敢那靠这个土球的水不够好食，黏到黏你，所以爱留一条根出去外口抽水食。哦，这个吸管哈、哦，处理我开宿醉 ，OK， 然后这个吸管落去哈，好，啊，好啊，等下来讲哈、哦，好来，今麦像种这个树葡萄，乌浅浅啊，啊，但是上个这边啊有一个滴灌系统，有只经过哈、哦，一直每天都可以定时提供给这土球有湿度，因为树葡萄做个食水，这一天你若无加浇水，这个土球就树大呀，啊，你无加供应水，第三天可能就叶啊会落，枯干了会落去，啊是还无还未死啊，树葡萄种来，树葡萄原来上第二好种的树啊，你要甲种好死原来介困难吼、哦，所以我那鼓励人讲啊，譬如讲，即、這个那三月因留一条树公里外口，啊那即、這个地方的土较沙子壤土，浮浮散散，即、這个土条会留袂掉，你挖好了，你若无用胶布为咩甲封保护起来？风哪里摇就散去，就落去。啊，你若无土球，成活率阁减一半。哦，啊，所以，哦，像这个挖好啊，包装好，要准备吊车来吊。哦，这是另外一个包装方式。哦，这是东航的，伊买等于伊等于伊的远啊的店面边啊，甲下咧啊边啊背一挂土甲砍的，叫做假植，假啊种的叫假植，就是代价而沽，哪有人看价的？吊车随吊到会当走啊，吼、哦！这是同行的搞安尼，吼、哦！啊，这个另外一个，因为三月因是生的新的品种啊，所以这个人唔捌买过，伊要求讲我挖好了，土佫甲囤到等伊，哦，就安囤到等伊，等伊有博新的样出来，伊讲好安尼挖，安尼来刷，伊就唔惊，吼、哦！这是个另外一个方式啦，吼、哦！啊，这个吊走，哦、啊，这个树葡萄。买外销的是伊爱包装好势吼，即个拢包装好，准备吊架要来吊。好来，要讲自动灌溉的简介啊。自动灌溉的主机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传统的这个类比式的哈，啊，即个24点钟的定时器，包括这个分流器哈。因这个每边一格是喷15分，啊，有时啊喷15分，你若出水量大，喷会伤济水，啊，所以还佫用这个分。这个当控制1分钟到35分，拢会当调整哈。啊，这完了传统的哈，赶快。好，啊，这个数位式的哈，电子式的，这个是以色列的哈。诶，这个微电脑控制系统哈。好，啊，我是开这个美国的哈，这个真好控制，就是讲，伊每一礼拜拜到礼拜。做一工要分拢会当控制，啊会当分六个区，啊，比如你若有6分地，每一分地一区种无同款，啊无同款的植物，伊的耗水量无同，你会当个别控制，吼，啊一工会当喷3摆，比如早时啊喷，下晡时啊要安怎喷，喷半暝啊喷一届安尼 ，OK， 啊个再佫有一个控制，就讲你要2工喷一届，还是3工喷一届，5工喷一届，还是10工喷一届。足够控制、啊、所以这农民你简单加解释，伊都拢会晓操作。
足好用的，欸、我拢即马拢改用这只哈、哦。好，啊，这是伊的喷头，啊，这喷头只有现品啊，你等下下个那有较来看哈、哦。这个是微喷头，这个就是滴管的，比滴管要用较侪水的用这只。这喷的直径大概60公分，就是这边喷30公分，这边喷30公分哈。哦差不多一个大面桶的面积啦，这喷的是12道水柱，谢谢刚刚呢。啊，这个中乔木用，这个那小乔木哈、哦，用这个，啊，中乔木用这个，这喷直径6米，这边喷3米，这边喷3米，哦，这个范围差不多乃至就一粒就会使啊，一张乃至一粒就会使，还是酸啊，哈、哦。啊，你若大面积的种植，就要用这款的。这个喷洒直径15米，15米差不多，迄个壁来到这个壁，佫还佫较宽哈、哦。这个大面积的，哈、哦。啊，这伊用颜色，这是以色列发明的哈。以色列因伫工程塑胶，我那有足侪专利，像这拢有专利。伊这个我用10年，也袂歹。好、哦，而且伊发明讲。空手就可以把拆解修复，像这样拔就开了。我像说这个绿色的，这一点钟喷220公升，啊，这个粉红色的，一点钟喷200公升，它用这来分别水量，啊，但是这个喷有一个坏处，伊咧喷用齿轮带动吼，所以会细会叮当。啊，这伫以色列因沙漠地区无这个问题啊。啊，伫咱台湾，因为咱台湾昆虫生态丰富，有一款蜘蛛吼，看到这个动叫做这是猎物。等伊电脑讲停，哦，无咧动吼，伊就射来啊，用蜘蛛丝甲你包起来。等明仔载电脑讲开始喷，哇，又白了咧，我喷2点。这两点拢做水灾，剩的拢做旱灾，哦，啊，所以阮甲以色列反映，伊即嘛发明即号做防虫型的，哦，啊，伊即是电脑压力，伊的水压若来，伊会跳开，即敢若 pop up， 准跳开，喷喷的，啊，电脑讲停，啊，就无压力，准手甲盖起来，保护起来，哦，即同款，啊，即不过即个新型的啦，新型的即个跳管，哦，即个面积跳较管。啊，就是功能同款哈。OK， 好，自动灌溉喷头就先介绍到这啊。搁一个头拄啊，这袂讲的，这就以色列滴灌系统的一款，伊这会当电工，比如三尺一个喷点，啊是5尺一个喷点，会当定做哈。啊，伊这个内底有专利的这迷宫设计，就是讲。你的水要处理的时候，要经过一个迷宫，然后垃圾把伊的底下给你切掉嘞，袂去塌掉嘞。好嘞，啊，咱的植物然后发明较新的品种要改良，会使用嫁接的方式。比如讲种土山啊，啊，你嫌讲啊，土山啊，较种拢较细粒，啊，无来甲改良种大粒的，你会使去接金黄哈。哦啊，要接有这工具，啊，我这有线柄在这，啊，这个是专业切接刀，啊，这专业在用的，啊，这是一个省力的尖刀，这荷兰发明的，这稍微出力，啊，也用旋转的方式，啊，这个当然会当来手动看看，啊，啊，这个就是啊，美工刀。啊，一边是机，有诶机会较大位吼，你要用针啊吼，针手咱诶手会伤着吼，啊嘛真费力，啊着用机啊吼，轻轻啊甲锯落过啊吼，哦啊要锯啊，偌长诶老偌长诶寸就才有一支手会当量吼。好，啊咱咧接吼，过去拢用电气胶布，但是即摆日本人有发明即个，或者石蜡胶膜吼。啊，你若发音无清楚的，塑拉胶膜，这当有作用的哈。伊延展性真好，防水透气哈、啊，所以用这个接足方便的。
这那雷山的高阶里都拢用这款的哈。啊，这就是用石蜡、胶墨加防风的料，卖差别，伊自然会突破。雅典有法度把这胶墨突破准发出来有无？哈、哦，哦，你注意嘛，啊，这就发出来就安尼有无？而且这点技术了呢，这个是切接法，是上简单的切接法。啊，但是切接法，你若接山啊吼。就要加电器胶布加保护，因为山仔伊这歪吼，尤其你地土脚的长，伊的生长的迄个速度足紧的，这山仔歪连会变足大、歪足长的。啊，有这个重量，风若佫吹吼，杠杆的原理会把咱的石蜡胶膜拆开，啊，所以要佫用电器胶布佫另外佮封起来、保护起来。吼，啊，等半年后，伊这个愈合点拢 OK 啊，完全密合，白加安然，吼，连接佮作安的了。卡用刀啊，刮好几节套掉吼。啊，然后你若割无套，伊就开始缩，开始缩掉哈。好，啊，这同款吼。如果你若认为讲你拄啊初学的功夫较歹，你一掌甲接两位哈，就像这个，这个接两位啊，这个无过起码这个有过，安尼就算成功啊。啊，这个成功了，爱过这个位，下骹原底这若破什么，这甲处理掉哈。啊、来看远景，好，啊，这是三月樱啊，吼，啊，这有种迄个罗庚梅，哦，这嘛罗庚梅出新叶拢红的吼，啊，我因为我迄个所在，我伫屏东平林的差不多中心点，我遐离山差不多十二公里，离东港的海边啊，啊，差不多十二公里，吼、啊，所以有南国风的，啊，这另外敢那森林的。迄内底即个阴影内底，跟外口的温度差到要五度，哦，所以遮阴的效果足好个。啊，即个开春看花，夏天有通啊遮阴。啊，啊，咱所有种遮植物吼，拢一定有拄着病虫害甲风灾啦，吼。像即我接好个山啊，上新的品种，叫助新虫，为只正派。啊，这嘛是主心脏，然后新叶、新的叶啊，拢给它整，哈、哦。好，啊，这个金宝蕾，这一只母的金宝蕾，一年它会当生八千粒的卵，所以伊的繁殖率足强的。啊，伊出来的啊，见这个青，只要是绿色的植物，拢会给你吃。所以二三十年前迄种金宝蕾咧危害是足的，迄个水稻田拢许这。算是真严重哈，啊，这就是啥物原因？就是咱海关管理无好，所以有偷走私入来啊。啊，这你看看三一日，去年三一日，日本咧做水灾，无做迄个核能发电厂又突然咪烧一个核迄个辐射又造出来啊，所以因美国撤侨，上大声撤侨的是中国人。中国人最怕死，最大声撤侨。啊，因中国是撤侨，因中国本土嘛，吼。啊，法国嘛派迄个 A380来接因的法国的侨民，等于法国。啊，有一部分是撤退去韩国。那么美国是安怎？原来撤退为台湾来，伊来无就近撤退伊的关岛，还是夏威夷，啊，来走去台湾来。啊，佮家己设海关。美国 AIT 这些官员，因前一天宣布停止所有的美签的签办的任务，啊，拢走来桃园国际机场设海关来验因本身美国人这因这侨民的身份证件。啊，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啥物原因？因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只是暂时委托流氓政府、国民党政府来管理，啊，因为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所以即马这个袂使去讲中华民国，所以因伫用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台湾 authority 哈、哦。那么，咱今年一月十日所选的这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局长马英九。
海关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使。好、哦，啊，所以因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所以暂时台湾的主权是等于美国的手里，握在美国手上。但是握有不代表拥有，就敢若讲咱去甲银行贷款，咱即块地甲银行贷款，咱的所有权证抵押伫银行手里，但是无办过户。所有权证顶管的名嘛是要咱的名，吼、哦，只是咱有抵押伫手里。同款，台湾即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因为战争战输美国，啊，因为今即个战争债无现金通去还美国，佫无法度割地，因为台湾是日本神圣的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美国只好叫伊放弃管辖权，吼、哦、啊。所有权证等于美国手里，啊，握有不代表拥有，就敢若讲，像讲你路人看到人男女朋友情侣手牵手，男孩子牵女孩子的手，握有不代表拥有，吼、哦，人不一定要给你啊，吼、哦，人搞不好交三个男朋友呢，一个美国男朋友，一个日本男朋友，一个中国男朋友，吼、哦，啊，你看上表现较好。看来选一个较好的来做一个依归吼，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啊，这蛀心虫吼，甲、哦、你揪甲一空空。这作势只像狗牙安尼遐大只了，吼、哦，但是伊都有法度甲一丛树啊遐大丛揪死吼、哦。OK， 哦，你看，啊，这只就较大只，这台湾原生种的新眼天鸟。啊，就类似这个哈、哦，这個、天牛，你看伊拢安尼甲你剥，甲你食。伊的幼虫是拢食内底心，啊，即马成虫走啊，食树皮，啊，树皮又食了，迄尾就叛伊啊，就打伊啊。啊，这是青虫，伊拢食这叶绿素，表面这叶啊拢甲你食掉。哦，你看这规丛又食，正常的是安尼个无？啊，又食到规拢白起啊！哈、哦。哦，我嘛想要食。有机的迄个高丽菜，我家己种，即我家己种的高丽菜，食甲密密麻麻。你、一个无用，两工无去下虫了吼，都许即青虫吼，即香草，都甲你食甲一空一空。佮一个佮较无用，佮一礼拜去我食甲剩一支骨。到尾啊吼，我原来我的即马高丽菜原来拢种伫国菜市场，摕钱去买较紧吼。哦不过我有成功的，我有机的这个有成功，来这个日本乌甜啊，哦，这个足好的，像即阵啊落雨又绵绵，足好食的，这个就正有机的哦，日本乌甜啊，哎，中文因为这算一个人送过来啦，啊，伊也唔知啊，啊，就跟他讲这個日本乌甜啊，外形介像啦，吼，足好看。我本来这是种有机的番薯叶啊，我咧食番薯叶啊。结果我甲插六尾了，六枝短短安个插落去，伊甲你发一片，总甲番薯叶拢砍掉。本来番薯叶是会砍别人个，即马番薯叶砍输。哎，啊，所以我即马若要推广种有机，我拢讲，若朋友来，我就叫伊烤一寡当去种，伊就通个家己食吼，即足好个，拢无除药，规年套当拢有食，一年四季，只是到冬天若无雨水，会较潮湿。啊，这嘛是虫啦吼！伊那翕伫咧底下落，我就可能看无。啊，这还佫有对比色，还看会出来啊。啊，这是我头拄仔咧讲的天鸟，迄作势只像狗遐尔吼。啊，这佫另外一品种，你看看，像狗遐遐大只呢。我都搞我遐大丛的树啊，拢搞救死吼。啊，这就是啊，伊拄仔咧健康。啊，所以我往那做树医生甲注射。哎，我那救起来呢，啊、来看，这丛救起来，哦，这个。这张有我救起来哈、哦、，OK。好、哦，这个是紫红春象哈、哦。啊，这个因咧开会啦，这个主席啊开会讲开好啊，讲定讲明仔买食对一张散会。哦，啊，即嘛散会啊，安尼 ，OK。啊，这都鸟啊食的啦，吼、哦，拢该脱甲安尼变空壳的，这个、就是鸟害吼，唔是干那虫害呢嘛，鸟害。我即嘛鸟仔，啊！即风灾啦，
这就是八八风灾迄天，我想讲啊，风台北来啊，这个 Y 字形呢，这也要凹起来，我准为只北来，结果天不从人愿，又为只个咧凹倒去，好、哦，啊，这全岛，哦，啊，这是轻的风台，这就干呐，叶啊要扫掉的呢，无凹倒去啊，无倒了哈，啊，这足紧连个发个拢拢是啊哈。哦，而且马克八八风灾吼，真正有大。你要甲一丛椰子树淹下倒的八八风灾，迄个级数的，啊是上过较早有一个塞洛马台风，哦，迄拢有法度。结果隔壁的吼，倒过来我这边啊，啊伊侵占我的领空，即马这拢我的。哦，啊即马我若用用，我落去甲撮一粒来食，哦，佮拢现捞的，足新鲜的，足好食。哦，这嘛风灾了哈。哦，啊，这嘛这番麦啊哈。啊，这都算风灾了的水灾，因为落大雨，这拢浸水。啊，这个所有的植物拢惊浸水，根拢惊浸。你若超过24点钟，有的较不耐浸，咪就死啊。啊，这超过48点钟，所以拢头部烂的拢倒了哈。这嘛是啊，三叶鱼嘛是惊浸水。啊，这人拢无倒，安尼嘛是许浸死啊！啊，这着人祸啊！足侪人阿门陀啦、大妈家拢甲恐到位，恐到水也无法度渗透。其实根嘛爱氧气啊，吼、哦！啊，所以你拢甲砍甲密密哦，这人就要活袂用，伊根一定无该用的，吼、哦！啊，这是人祸了哈！我来看野趣，我来头拄仔种个这树葡萄嘛哈、哦。那么我今麦种个这是树西瓜，这野灰。这些果实，哦，这些树西瓜，哎，好，啊，这个做炮弹莲雾了。价格无啥讲，蚵仔味，内底肉是蚵仔味啊。啊，这是炮弹莲雾，有型啦吼，有型炮弹。啊，即马较新的，做飞弹莲雾。啊，佫较新的，听讲有迄个巡弋飞弹拿出来啊。哎 ，OK， 好，好啊，这我种咪是。玉荷包啦，哦，我种一丛足大丛的，生一粒，这就是你若拢无除药啊吼，啊，佫无去包，就会这个现象。本来先做一粒的，啊，拢有迄有一款红，红款红糖在顶吼，就落去啊，啊，拄啊这丛这粒可能顶无着。我伊讲，我十几年前我伫我的阳台，我来种丛辣椒。啊，就想讲呐，三不五时啊，欠用，那拄啊无吼，会当搬来用。啊，迄丛结果我那像安尼，甲你生一粒，啊，我迄个就甲搬来切片。吼、哦，因为我夹物件那做温酸辣椒嘛，我即马甲有闻到辣味啦吼，啊，种到底外险甲担看嘛，甲担一下吼，哇，像迄个火烧着，有够险，迄个可能迄丛辣椒所有养分拢供应伫迄粒啦。所以特别险啦！我伫外口食辣椒，毋捌遐险过。哦，迄个险着我赶紧去冰箱摕冰角，一粒一粒安尼含含头半点钟，较退烧。哦，所以迄粒个辣椒能量作用个足悬个。啊，所以即粒吼，你莫看即粒，即粒是规丛所有个养分拢灌伫遮。哦，所以一粒尔吼，拢平常啊，无拢毋甘食，拢一束啦一束安尼品尝你知？拄啊，我。做囡仔吼，我小学三四年迄阵，我做囡仔头王。我带我一群囡仔吼，耍甲无好耍，看一个水塘，看看，啊，就讲啊，无咱无通个耍沙石头来牵遐水鸭。啊，我徛头前牵，啊，我遐个虎啊对伫后壁牵，啊，遐足含慢个，石头沙来阵有头个含落。我只含一空，我真拢定啊，懵了一气作下去个。哦，讲足疼，我都吼、哦、我那。拢出了金星，我听到我拢哭，我无哭，因后壁还在哭，因花一直流，我无看到，我袂惊。啊花，我伫流到规拢红红啊！啊嘛是，我咪行转去厝，啊，阮妈妈就骑卡拉车载我去，阮潮州迄只站遐，互医生关怀，啊，就包好带，安尼牵一个白白，迄差不多45年前吧。然后，超过30年。
迄阵台湾还无进令五，所有令五拢进口的。我妈妈买一个令五，哦，足香的，唔甘食。阮砖头安尼，为砖头行到砖尾安尼成，安尼偏，互大家偏啊。啊，唔甘食啊！啊，大家嘛做鱼安尼，迄阵苹果足贵的，迄进口的。我第一个食苹果是流血换来的，啊，哎，啊，所以这粒我呢吼，足唔甘食，安尼看看食，嘿，养分就是啊，特别有滋味哦，因为想讲好不容易安尼种几年头等甲生这粒，哦，你莫笑啊，无你试种看卖，搞不好恁你连一粒都无人种，品卖出去啊哦，你若无出去有能力，我就甲你配合，我就拜你做师傅。来，超过3600根的香蕉。哎哎，这个可能有啊，哎，好，啊，这我的工寮吼，我伫内底困啦，啊，我就想讲我啊，我无咧厝了吼，我做者动物的生物拢做者吼，所以我想讲我早班会拄着高连，好个再有下，这个一只，伊来到这想要来捡鸟鼠啊款啦，啊，结果就许我黏着，伊若走入房间看我困咯，我看我囡仔不伫遮，哎，我这。这个电脑控制器哦，啊，我想讲奇怪，我的开关要拍开，它开袂开啊，你门拍袂开，原来只一只蛇卡掉嘞，哦，好佳哉无药加着，啊，这只是无毒的啦，哦，哦，啊，这只我饲的吼，足长的足大只，这牛较悬，下骹佫差不多两尺，穿伫涂骹，因为我做点鸟鼠啊，嗯，鸟鼠啊拢食我的树葡萄。啊，蛇食鸟鼠啊，吼、哦，啊，这算一个生态啦，哈、啊。啊，这个我呐侵犯我的领空，这叫做，黄妖迄个黄蜂大王哦，哎、欸，大王，哦，这电话足听的，我拢要电着，较知影讲，哦，这做就是啥，因为我呐侵犯伊的领域哦，伊就来电啊。啊，电我就先爱走，因为我唔知是虎头蜂啊，迄虎头蜂会电死人。啊，伊像迄龟裂啊，吼，独立型吼，即做个人。啊，这个就真正虎头蜂的树啊，才做一树虎头蜂只。嗯，看无啥有光害的关系，我就打电话迄个消防队，吼、哦，消防队就派人来啊。来讲啊，恁那不是虎头蜂啦，恁家有虎头蜂，一定是大王蜂呢。来，你对坐我来看，我就坐起去哦。啊，你这，啊，因两个少年啊，一个看到翻头用走的走出来。我讲啊，一个走安怎？虎头蜂啊，我爱安怎？会电死人啊！跟你讲会电死人。我讲，我都跟你讲虎头蜂，你佫讲唔是？啊，两个就准开伫消防车啊，就咧撩头角。我还是唔落赶紧处理一下。伊讲潘先生，潘先生，我今仔吼汹涌撞出来，我阿必去搭防护装备啦。我讲我都甲你讲虎头蜂啊，恁个只轻敌准抗救落来。伊不想啊，有我落扎一支火焰枪，瓦斯火焰枪，我来甲你放回收。我唔通，迄阵我买去啊，我刚收5000块定金吗？好，啊无我明仔过来，我好，嗯，明仔隔工佫敲电话。拍一下，我今仔有勤务吼，袂当去啊。哦，哎呀，我勤务白，啊，咩，我甲你处理。啊，都我都遐德哥泡菜都倒等等，搁做一个三角架，安尼甲开咧，下再甲吐一个无着，观音走。下晡今仔搁去甲吐一个，吐无着，吼，迄胡同飞来，离我差不多一公尺，我啥物要录着呢？吼，我走足紧诶，我安尼，吼，走甲变进关，吼。足紧张啊！因为迄电会死人啊！因为一般我大黄蜂电都足疼啊，即马又然后又即只电会死人。必死无疑，还是说有机会会死？有机，有诶，你若肝功能较歹吼，解毒能力较歹会死啊。
啊，我知影我肝无介好啊，啊，第到尾阿妈我吐第三个，就我吐六落来，我唔敢话到隔天较迄阵，遐芳就拢飞走去啊，啊，即落去我吐落来吼。这黄腰虎头翁，不，这腰部是黄色的，好、哦，哦，啊，这螃蟹，哦，真正足好食。我做囡仔，因为做囡仔无啥物件好食嘛，啊，阮家迄营养长拢几啊楼，管拢足大长，顶管拢有虎头翁，啊，阮爸爸妈妈因拢暗时啊点火，用草捆熏熏遐螃蟹走，啊，规身躯穿好嘛包了了，啊，挂目镜，开甲迄蜂窝摕落。啊，拢叫我落去食迄螃蟹，吼、哦。嗯，即马讲互遐囡仔听，大家讲好恶心。伊毋知影讲较早无物件好食，逐项都好食。你嘛、哦？好、哦。嗯。我甲喷落走吼。哦，是是对，嘿。安尼，迄是美国的做法哈、哦。啊，好、哦。啊，另外这虎头翁伫烟气汤做收，哦。啊，一个妹妹伊抱一个做水囡仔藏伫边床，啊，就讲要通风较好，窗仔门就拍开，虎头翁飞了，为了囡仔定了，啊，囡仔较无抵抗力，所以伊有定死哈、哦。啊，为啥生态丰富哈、哦？啊，所以。有只物件，伊食一只蚱蜢吼，好无？伊嘴食一个蚱蜢，啊，拄仔互我看了，我甲翕，啊，佫袂惊我呢，因为我也袂甲生，所以伊看了我也袂惊。伊只食一只蚱蜢有无？是啊，我看无，吼、哦，袂细只，多点，哎，啊，即只我都毋知啥物昆虫啊，蛾类，迄应该是蛾类。好、哦，啊，这伫我的三叶因店馆做收所生的搬家的囝雏鸟哈、哦，啊，这搬唔是啦，拜托，迄落唔是，白头鸡啊，唔是，古老啦，哎，不，彼得啊，我来讲彼得啊，这恒春因早期三四十当中路边的行家拢行这，唔是，彼得啊，古老鸟，啊，这伊这是鹰科哟。行啊！而且前几年啊，伫恒春有一个农户因家的冰箱去查到十只迄捕老鸟，啊，甲罚8万块，啊，所以这一张是8000，哦，所以这要保护，这保护啊，哦，这嘛有立法保护这虎鸟，啊，我有饲一只，伫迄、那个我若咧饲狗的时，伊就飞来迄个树仔顶，啊，我就。切一块肉，加下滴树啊，也好，伊就来夹伊食，嘿，嘿，伊会主动的来，无伊看我咧饲狗啊，伊知影讲有肉通食，好、哦，啊，这白鹭鸶哈，好、哦，啊，这全台湾干呐，我遐有这个交通号志，注意伞兵哈、哦，因为我遐有一个伞训的基地，飞机伞兵拢跳落来伫阮嘛，哈、哦。哎，伞兵有诶，控制了无好会跳离路呢。啊，有诶，较无胆诶，第一个跳，班长甲杀，啊，伊为机门扭掉了，无爱落来。啊，伫遐尖尖，啊，飞机咧飞足紧啊。啊，若搁慢3秒钟，就跳去阮丛林里边。哦，啊，这注意伞兵。较早搁有一个交通号志，当心飞机，有无？恁有读咧无？当心飞机。我、哦、机场边仔有诶，我那是当心飞机，变那当心飞机啊，弄落就弄落啊。啊，这你话伊有这个重装备，你莫要这个喊着。啊，这只僵尸冬天到啊，伊开始要冬眠咧，乌坑被砍起来，啊，拄啊砍一半，去我看咧，我甲翕起。啊，这只倒去我头拄啊，迄只蛇，大只蛇，食一半。食到遮，啊！迄个早时啊，我去，啊，吞啊袂落去，看着我来，佫吐开还我，
哎，又吐出来还我。啊，这狗啊，嗯，狗啊，惊我狗无声，狗啊惊。啊，这个这场三月音吼，这场是我看棒球啦。我这场介济人要甲我买，我拢讲不爱买。啊，拄好有一个电子厂的迄个总裁找我遐去，看了我，看着迄场要买无？讲无，迄场我无买卖，迄场我来看棒球。伊阵讲判成安尼啦，我车顶拄好有40万啦。啊，你若好，互你退去；啊，若无够，你搁讲搁加无要紧。我敢若考虑三秒钟了，我就卖伊啊。因为咱头拄仔看伊啊，我要几啊百张啊。啊，所以伊走了吼，我钱该下到这个树仔头，甲翕起做纪念。哦。我买偌久，还阁拄着这好个人客啊！哈、哦，我阁保证这张买三年啊，拢要无好人客来嘞！哈、哦，啊，这张三月因吼啊，这毋知是迄个台湾乌熊来咬的，我真到真阿伯找着迄个凶手，我都把这树皮整个扒下来，因为我做茂盛诶，做乌苗，我今麦煞小我惊惊嘞。嗯，那当时啊，拄着咱的台湾特有种的兄弟，台湾黑熊，哦，黑熊部队可能有派一个底下咧搞狗的款。好，啊，其实咱呐做农爱做有机的，卖喷农药，因为农药你咧喷的中间，咱加减拢会易输的，佮会污染大地，各地空中的环境荷尔蒙会影响大家的健康。哦、所以现在病疫越开越多，就是我们的环境荷尔蒙这些化学的东西太多、哦啊、我们有适度的农务的劳动、哦、把它当作运动、哦、这样我们有在拍日，因为维他命 D 我们为食物中很不容易取得，但是阳光中很多，你如果一天有头拍半点钟以上，我们的维他命 D 就有够了、哦啊、你这种有机农作的施作所种出来的东西，咱家己来吃，吼、哦，你比较袂排害，吼、哦，这一定回归大自然的。这早期咱，其实你若到50年前，咱的农产品差不多拢有机的，哦，那你阵无啥物农药啊，吼、哦。OK， 我、哦、这简单讲个的，好啦，啊，来讲咱的，咱民政府呐，执政了，咱爱甲咱的公告人员吼，因、哦、的威信爱去重新建立。我们现在进步前国民党主政下的政府的单位的公务人员都解放看较无，因为贪官污吏足济吼。咱来用建材来做一个例，我爸爸因咧讲讲因日本时代看到日本的建材爱讲建材大人，这足尊敬的建材大人吼。国民党政府来煞变建材，因为落一级，过来变建材啦，搁较细只呀，吼。啊，过来讲地薄啊！啊，过来较加者讲插头，即马含迄个稻会共级的插头，因为遐个土稻的迄拢鱼咧管的啊，所以变插头。啊，即马搁一个讲话讲号做合法派遣的老蛮，哦，迄个真正一代不如一代吼、哦。啊，这就是这个政府做了无好吼，制度啊做了无好。即个公告人员啊，即个警察有上下取左的空间哈。OK， 好啦，爱怎么讲新台湾政策？即日本时代日本人来教咱好啊教育，教咱台湾人教教变有水准的台湾人，含日本本土无输因。哈、哦，啊，所以有日本精神的迄种台湾人足济哈。那么即卖新的台湾政策哈、哦，就是遮。这外来，这正港的番，这些番，咱来好好的再教育，我们要把它当人看，哦，哦，这种外来的嘛，这些外来我咧讲歹的这批，好、哦，好，时间差不多，好，啊来检讨讲咱这届1月14日，咱选中华民国刘鹏总统，其实应该正名讲选台湾地理当局的局长。啊，这个咱算，咱来检讨就讲，自你迄天1月10日，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到
投票所去领迄个选票，咱就输啊！安怎？等于你承认你是中华民国国民，你是中国人，因为你系迄个身份证去甲领迄个选票，就已经承认咱是中国人啊！哦，啊，咱就已经输伫遮。啊，你搁伫自由意志之下去投迄个票，哦，比如咱就用2008年，含2014年，今年嘛12年，今年咧，这两届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会咱输呢？社中定义开始输200几万票，小英这个输到要80万票，吼、哦！这两届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伫外国人来看，恁是自由意志之下所选择的，恁是选择通牌的马英九，吼、哦！这人是要甲台湾带去，含阿强啊统一的啊，吼、哦！啊，所以不怪较早美国甲咱当讲，咱台湾袂使公投，就是因为台湾有得。台湾人迄个洗脑洗67年，拢甲到咱家己当作原来足侪人拢当作伊是中国人吼、哦。啊，台湾顶原阁带足侪流氓来伫遮中国人，啊，两种人带伫遮变哪公道吼、哦？哦，所以咱若去领选票去选的选，咱先输伫头前啊吼、哦。好，啊，选人出现问题，打着美国对一条红线，2011年，到去年10月11日，伫乐冈公园，高雄乐冈公园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这个就打了美国的红线，因为台湾的主权握在美国手上。啊，你即马用安尼，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等于就是把主权，敢若无条件已经把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化。啊，这嘛是违反战争法哦，战争法有讲，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哈、哦，这就打着这个美国的红线。好，啊，选前现在美国要帮助马英九，因为迄个时阵刚好伊朗咧发展核子武器，啊，佮要封锁霍姆兹海峡这个事件，啊，刚好北韩这个金正日过往，啊，这两个所在拢有可能发生战争。啊、所以迄阵美国需要台海这个两岸爱稳定，啊，这个马英九是美国甲阿强啊，会当共同接受的人选，啊，所以美国只有支持马英九，哈、啊，好 ，OK，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啊，我讲无了较歹势，另间有机会还佫甲国语补充，感谢，多谢，谢谢，谢谢Kelly，Kelly。